我现在再向各位委员提出，我请所有要在这一节辩论，即是就57个总目纳入附表进行的这个辩论要发言的委员，请所有要在这个辩论要发言的委员，请你按下要求发言的按钮。梁国雄议员，请你坐下。如果你要发言的，请你按发言的按钮。我怕你加矛嘛，我现在要我向你申请按十次，我要发言十次，我有言在先的。梁国雄议员，请你坐下。现在呢是有四位议员是按了这个要求发言的按钮的，他们依次是梁国雄议员、陈伟业议员、张超雄议员和陈志全议员。我想再问一次，有没有其他委员，特别是未发过言的委员要求发言，请你按下要求发言的按钮。各位议员，我们这一项的辩论呢已经进行了5.5小时，其中呢有2/3的时间呢是由四位议员刚刚就是现在依然就是按了按钮呢要轮候发言的议员作多次的发言的。现在轮候发言的按钮已经按了的呢那四位议员，3次到4次的发言，其他呢是甚少委员要发言的。我已经在过去这5.5小时呢是3次询问委员是否要发言，所以我认为现在这个辩论呢那四位议员已经有相当多的发言时间，我会在容许这四位议员每人再发言一次之后就会结束这一场的辩论，然后就57个总目纳入附表进行表决。梁国雄议员，主席，我已经同你申请了发10次言的了。梁国雄议员，我已经讲了，我会给你，不是你有理据才得的嘛。 我的理据已经讲了，不是你的理据是人家不发言怎么跟我有没有机会发言有关呢？梁国雄议员，请你不要再跟我理论，如果不是呢我就认为你行为极不检点的了。不是，主席，这个是我最基本的权利，我当然要问你了。梁国雄议员，我在这个辩论一开始的时候已经跟大家说了，我们是要在这个会议，即使在今晚会议休会之前，是完成我们这个拨款条例草案的所有的程序。为此呢，我们其实是要合理分配我们的时间，我也认为有充分的时间给大家发言。我正话已经讲了，由我们上个星期开始的辩论起到现在，我们已经足足辩论了5.5小时，其中呢梁国雄议员你已经发言了4次，如果你将你之前发言的4次加上足足一个钟头的时间好好整理呢，你是可以好多有说服力的意见呢都已经讲出来的了。现在我给你再发言5次，我认为已经足够，所以如果你要发言的，现在请你就57项的总目纳入附表发言。如果你要再继续理论我这个决定的话呢，我就要请你离开会议厅的。喂，主席，梁国雄议员，我问你一个简单的问题，你这样去主持会议有没有照顾到议员的权利啊？梁国雄议员，如果你不是立即就57个总目的纳入发言的话呢，我就要停止你发言了。梁国雄议员，你是否要发言？主席，你等等，主席，主席，我正式向你提出抗议。你今日可以赶我出去，我知道你准备赶我出去，我只是问你一个问题，你是不是共产党员？梁国雄议员立即，你是不是共产党员？梁国雄议员立即，你是不是共产党员？秘书，你是不是接受共产党指令？你是不是共产党员？
立即离开会议厅。立即离开会议厅。陈伟业议员。